连续六十支签通通拔不，南昆生代天府首度宣布抽不出国运签，没想到被游仙人大做文章。网络流传一张南昆生代天府总干事手持国运签照片，上头的文字不是签诗，而是消灭民进党五个大字。妙方一看气炸，报警抓人。 警方追查图片来源，原来是名年约40岁的男子把变造过的国运签上传韩国瑜粉丝网军后援会，制造谣言。环境民众坦诚，他下载那个经变造的签诗之后，然后加注个人的注解，然后上传到公开的社群媒体网站。 遭变造的照片是2007年公布国运签场景，真假国运签比一比，庙方正版签诗有4行，而变造版的只有5个字，明显造假。碰位男子涉及妨害名誉，庙方认为损害到他们庙的公信力还有信誉，所以主动向警方提出告诉。 发现造假签诗已经不是第一次，庙方担心有损神明公信力，立刻报警，不想在抽不出国运签后又节外生枝。三立新闻李世宏、翁玉文台南报道。